大家好，欢迎来到威达公司影音产品介绍频道。今次我们将会介绍的产品就是英国君子 Rieger Panelux 黑胶唱盘。 Rieger 自上世纪70年代初建厂至今，40几年来从未停止生产黑胶唱盘和相关的周边产品。这部主打中游档次的作品虽然卖相较为沉实，不过它的底座就采用了非常特别的三文治式设计，除了两层瓦黑色高压层压板，里面还注入了一种 Tanker Spot 轻量化聚氨酯泡沫芯素材，备座和主轴轴承之间亦装上了由铝合金和粪存物料制作的保强支架，有效杜绝鞋震的积聚。 Panelux 所使用的 16mm 双层式玻璃转盘分别由两种不同颜色的高质量强化玻璃组合而成，动力核心包括低鞋震的 24W 交流同步马达和 NEO PSU 第二代升级供电器，提供稳定的播放速度。 Panelux 将会搭载 Rieger 经典的 RB330 唱臂，这支唱臂最大的特色除了配备一体化铸模式生产的低鞋震铝合金臂管，还采用了动态的平衡设计，有助加强唱头的循迹力。唱头方面， Panelux 将会选配 Rieger 自家生产提供 0.35微瓦 电压输出的 Anya 动圈唱头，针杆末端镶有椭圆造型的钻石唱针，配搭隻手可热的 Rieger Aria Mark III 唱放一起使用，只需按照说明书上的所提供的指引进行调校设定，相信任何人都可以在极短时间内领略得到黑胶唱片得天独厚震慑魅力。如果大家对以上产品有兴趣，欢迎到威达公司网上商店或陈列室选购。请大家订阅、赞好和分享我们的频道。多谢收看，下次见。